真正是这个肉色汤哦，把规个味道吼拢调调出来。大家用片的就感觉足好食，加两颗吼，加肉色咱就会加搭搭。这个中竟然抹这个美奶滋啊，真正是有够好食的。哇，老师，今日足轻盈的呢，个人伫只个船。阿冠，你来看，台中公园好风景，美丽风光十八景啊。但是，咱已经为透早十点外，啊，过到今麦已经点外呢。哎，咱饭拢还袂食呢，过安尼我枵死呢，阿冠。你爱讲嘛对，我嘛有淡薄忝，嘛足枵的呢。所以赶紧的，第一顿来食饭啊啦。赶紧，赶紧。请问你落去的是这个金色的帽子，还是银色的帽子？这都不是我的呢。干嘛呢？还是说你落去的是这个普通的帽子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顶。真好，你真老实，我现在就给你奖励。请照着图片顶面的三线索来找出今日的课文秘籍。老师，拄只欧中女性给我这三张刷色，啊，你敢有想法？这第一张台中公园啦，这间啊，就是迄个时阵日本时代林家林献堂啊，为着要招待日本青皇所起的临时招待所，啊，所以才约咱来台中公园伫这咧批准啦。啊，另外这两张嘛，这个是肉色，啊，这个是鸡卵糕。我知呀。一定是拄只咱过船收忝啊，要让咱享受一个丰足的台风，所以要食台中有名的肉色饭，加鸡卵糕。我看这个幕后总监您一定无这么简单啦。我想这机长表演过内衫，看这内裤，我来去调查看卖咧，请。老师等我，我要去。老师有一个美食是中间夹肉的，这个蛋糕夹肉的，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应该是那个古早味那个咸蛋糕是？是咸蛋糕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师你看，就这个饼呢。哦，阿冠，这间店啊，咧装潢甲美轮美奂呐，迄只个饼糕啊吼，放伫这个店内吼，卖出啊艺术品，好看又搁好食。对啊，我嘴巴都要流下来了。是说哦，咱现在要找这三项线索哦，有可能就是出现在这间店，咱来给头家问看看。对，来问头家。头家吗？是，你好，欢迎。就是我们家有三张线索卡，想要请问一下，这是台中对一项美食吗？我看一下哦，萝卜、鸡卵糕、五星啊，我知道啊，这就是诚云保全的咸蛋糕嘛，就这个啊，你看，我手上刚好有。阿冠。原来咱线索伫咧找，就是台中人伫咧风声啦，风动武林，惊动万家的咸鸡卵糕，嘿嘿，嘴暖拢要流来，你想要吃一嘴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吃之前我们要先做咸蛋糕。阿冠，买只就爱做，安尼头家，阮两人就甲伊拜师学艺啊，你带阮来去做这个咸鸡卵糕，没有问题啊，走，好，行，来去。做工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卤肉，夹在咸蛋糕中间那一层精华。哦，拄只咱烘的迄两块鸡卵糕，中就是要料这个肉色，袂输那三明治同款的对啊。没错没错。啊，这个肉它是用猪的后腿肉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嚼劲，很 Q。然后还有香菇啊和笋子，啊，这个配方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，味道都没有变。这里面有笋啊啦，有香菇啦，后边笋那些白白长同款。到底这鸡卵糕做出来是怎样？足想要来去看卖的呢。好啊，走，来咸蛋糕好了。哇，看起来就好吃呢。阿冠，这就是咱做的鸡卵糕呢。对啊，哇，那我们请问头家，咱第一届做这个咸鸡卵糕，敢有合格？有，这样做起来很棒，有几个？哦，你再来家打工。这要吃真正的先甲品看卖。真正是这个肉色汤哦，甲规个味道吼拢调调出来。啊，而且哦，这油葱啊，增加这个鸡卵糕的香气。大家用片的就感觉足好食的。
所以今麦就爱直接来家食看麦就对了。来食看麦。好，试吃看看。这是我第一届食，真的很好。内底都放的呢，有巴蛇、有苍蝇、有香菇，有啥个我比较吃？笋啊，增加伊的口感。哦。嗯。我感觉无同款的是啥物事？你鸡卵糕吼，加巴蛇，咱想讲会食迄搭搭。伊个中竟然抹即个美奶滋啊！我你食咧到底吼，吼，迄嘴拢袂干，规个安尼做好落喉的，真正是有够好食的。嗯，而且中式的肉色加上西式的鸡卵糕，佫非常搭配呢，袂讲真奇怪。不愧是百年老店，会当甲所有啊，甲历史融合伫内底，做出中西合并鸡卵糕，赞啦！欢迎来到鹿谷大侠台语小教室，教大家讲台语啦吼。啊，今日来到过这个台中的车头啊，就是要介绍有关这个火车的台语。咱会当了解，伫这个日本时代呢，所有的火车拢是烧这个煤炭啊，所以呢，卡载火车、古载火车叫做火焰车，火焰车吼。啊，那么呢，在这个火车伫咧开的这个路啊，咱就是铁机路，铁机路。另外就是呢，咱要来坐车的所在，咱也做火车头啊。啊，若有人讲车头，啊，伫咧等车的所在，咱就也做月台，月台吼。啊，这个月台呢，有分前后。即卖人讲前站甲后站，但是古早日本时代吼，还能讲前夜甲后夜啦吼。每一种讲法拢真趣味。台语小教室有关这个火车的台语，甲学起来。后抓，若要坐火车吐全台湾呐、啊，吼吼，这就好啊，会当做运用哦。今日台小教室到这，大家听有啊无？老师，等一下。咱即摆来这个火车站，啊，搁挂这个盘手咧，是要转去后，我想要加算钱呢。哎呦，你当作客盘手咧，来到车站特别高兴啊，无遮尔啊单单呐。其实哦，这个咸鸡卵糕甲台中车头啊，有足侪种奇妙的关系，会当讲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啊。哦，你安尼讲嘛对呢，今仔日食遮尔侪咸鸡卵糕，啊来火车头是要创啥？这内底故事哦。台我好啊，向你说来呀、啊！咱看这这唱，在日本时代，台湾的纵贯铁路为家人到高雄，当时伫咧施造。在过西元1908年时，南北两段的铁路呢，终于在过台中州正式的交接，完成通车。迄个时阵是一件非常大的代志。所以日本明治天皇的弟弟大仁亲王啊，就专门过来主持铁路通车的典礼。会当了解亲王因为长期住伫咧西洋，有食鸡卵糕的惯习，所以为着招待亲王啊，就吩咐着这个饼糕师傅卤水来制作鸡卵糕啊。但是迄当时呢，这个糖非常的珍贵，灶卡无糖。这个老师傅看到边一鼎的肉色，灵机一动，就做出了以肉色为内馅的鸡卵糕，咸甜的口味使得青黄十分的喜爱，因此得到十倍以上。哇，原来这么特别的咸鸡卵糕，佮有这么趣味的历史故事哦！啊，即马讲到咸鸡卵糕，我的嘴暖佮要流落来，嘴气佮流香啊！其实哦。这就是每一项美食拢有背后精彩的故事啦。啊，咱今日呢食这么侪物件，咱嘛该重复一解。咱今日的台语小教室，咱伫咧讲啊，较早的火车呢叫做火焰车，火车伫咧驶的路呢叫做铁机路啦。啊，咱要坐车呢，咱就爱去火车头，后人讲车头啦。啊，咱咧等车的所在呢，咱就拢叫做月台。啊，那月台哦，分前站甲后站。啊！伫日本时代会讲前夜甲后夜，这个好听的台语，咱会当好好啊做运用哦。嗯，安尼路口敲敲门，后一次要带大家去倒位，食美食、学文化、做台客，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
你若是喜欢这个节目，会记得订阅 Line Today 官方账号，以及锁定台湾生活新闻的网站，每礼拜带你看最在地 local 故事哦。